身体别打拍，身体别打拍，身体别打拍啊！不要靠身体打拍啊！对，不要唱得太悲，这个地方不能悲，你这悲了，后边就不悲了，后边就悲不起来了。所以，你得靠故乡，我生长的地方。第二，本来是一个天堂，告诉大家。哪儿有清澈的河流吹杨家岸，所以你耳朵里面听着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数，你要去数拍，你的音乐就是死的。你耳朵听着里边，你听着钢琴，你的音乐就是活的，你的音乐就是流动的，你的句子就会无缝连接的，不然你就会是支离破碎的。故乡二，我生长的地二，本来是，你看，对吧？嗯，他你的音乐流动性就没有了，啊，耳朵一遍就，故乡，我生长的地方，本来是一个天堂。对，有什么呢？哪儿有？清澈的河流吹杨家，埃及古老的金字塔，告诉大家的，俄罗斯神秘的白岩，塞纳河畔对迷人的黄昏，和挪威午夜。哎呀，对，埃及，埃及古老的，对，不要跑，金字塔，对，别松了，俄罗斯神秘的白岩，塞纳河畔，对，迷人的黄昏，别往前推，和挪威午夜的太阳。但是我最爱的只有你，这一点大门，可爱的中华，别开了，算了，那这个变成我爱的中华，知道吗？不要那么假的，中华，中华，对，不要中华，中华，中华，哎，中华。中华，对，但是我最爱的只有你。来，我们是。但是我最爱的只有你，可爱的中华，我最爱你，可爱的中华。我就要抱歉你了，因为刚才我在跟你说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样说，所以你的身体呢，你很敏感，所以你马上你跟着你就这样的，所以又去哦，完了，气息全跑了，啊，还得放在下边啊，不要因为在说的，我们很容易，我们一乐感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去这样，结果这样一来呢，在后边就跑了，气息跑了，我们还得拽住它，别让它跑，好吧，嗯，这个是个卡农的。所以你一定是你跟他卡龙的走的，牙棒长棒的，好吧？好，你们俩正好错牙，错一拍的牙，好吧？来，江枫复悠悠，一缕波心如山。秋啊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好多是都是对入三秋，不要因为是在那儿，我们把我们的脖子也往前伸，够不到的，好吧？
如三秋。我们要形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力呢？我们要形成这样一个力，而不是这样的力。嗯，好吧。啊，如果是你的夜空又多了一颗小星。对，我们都知道你是男中音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啊，如果是你的夜空，这不是夜空，啊，不是在空中，是在地上的，啊，要梦幻的这个什么啊，如果是你的夜空又多了一颗小星，静谧的，安静的。所以刚才你看老师弹的是对的，一哒哒嘛巴啦，一哒哩巴啦，他们说巴啦，为什么不这样，对吧？好吧，我们来试试看啊，夜空，晚上安静宁静的，温柔的啊，幻想的，嗯，巴啦巴巴啦巴啦，啊，如果是你的夜空。对，又多了一颗小星，那就是默默的我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中间的这些形容词副词，那就是默默的我啊，不是光辉灿烂的我，我是这中间的一颗，那就是默默的我，那就是默默的我啊，如果这个地方再来再激动，好吧，来，寂寞的沙滩只有我在凝望。对，好的，身体是要站直的啊，在台上挺拔非常重要，但是呢不要把自己挺过，挺成这样之后呢身体就容易僵啊，脊柱有力就可以了，脊柱挺直就可以了，挺直就不要弄成这样，这样就容易啊，不要把鸡胸脯挺出来啊，可以放松一些啊，起在这个地方，海风海风，好吧，这不要憋啊。海风，有点稍频率有点慢，所以叫海风。所以你这个音要让它快的。海风泛起白浪，好吗？我试一下，再试试看啊。海风泛起白浪，浪花溅湿衣裳。溅湿衣裳，浪花和哇花，不要往后倒。浪花都直接往前走，好，好吧。不在天上。在地上，这个地方是个二重唱。影子在何方？梆梆梆梆梆，不在天上。梆梆梆，你不是二重唱的。不在地上，滴答咚滴，滴答咚。然后这才是我那情，所以你一定不要让它停，不要让你的音乐停，不要让你的情绪停，不要让你的气息停，不要让你的身体的这种气势停，一定要一直绷在那个地方的，好吧？我们再试试看，好，还是在那个地方。这混沌的宇宙中，何处是影子？在何
闭起肉眼，打开宣章。我不是，我闭起肉眼，我打开宣章。好吧，好了，是感受的啊。来，我闭起我的肉眼，不要强，打开智慧的宣章，云中神迹。在这儿你一定要让他这种 crescendo 一定是要有设计的，你这种渐强，月满西楼，花就是这样，帮再加一点能级，再加一点能级，是这样走的。你不能是月满，不要漫无目的的去做这种渐强。嗯嗯，好吧，还是得在节奏里做渐强。OK， 月满西楼，好吧，好。月满西楼，花自凋零，水自流，一种香。心中却哎，不要凶，不要凶，千万不要凶啊！这个时候就醉眼朦胧，却伤心痛。是晚上啊，不是白天，对吧？是在特别是在有月亮的晚上，清幽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要想。响巴拉巴拉，呀嘛巴巴拉拉。对，他在讲理想，这是啊，巴巴拉巴巴拉，是。哎，这个地方这儿不要用力。不要用力在肌肉上，都是在气息上的，在横膈膜这儿哈。来，不啊，只顾盘旋，只顾盘旋，在这儿。来，只顾盘旋。不要伸在脖子尖上唱，这样这个地方就开始使劲了。肩放松，肩放松啊。脊柱挺起来，肩放松，脊柱挺起来就可以了，啊，来，不知故来，哎，你是先，不要紧，知故盘旋。有一个孤独的桥中人，你是这样的，
虽然他的外表，就是我们照我们中国人说话的语言习惯，不会是这样。我们就要让他的演唱保持我们的语言习惯的，让大家听，不然大家听不懂的。所以我们就要确认，我想听的是，在法国巴黎圣母院，有一个孤独的桥中人，虽然他的外表丑陋，可是他却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。一定要让你的，要让大家能听得清楚，能听得明白在说什么。就你不要因为他的这种休止符，你现在是因为他的休止符干扰了你的歌唱习惯。你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啊，就句子你就强行的剪断它是不行的。虽然是这样写，你哪怕你把它做到是音断气不断的，在法国巴黎圣母院，有一个孤独的桥中人，虽然他的外表丑陋，可是他却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。好吧，我们试试看啊。在法国巴黎圣母院，有一个孤独的桥中人，虽然他的外表丑陋，外表太强调，外表你太强调第二个音。你哎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好嗓子在科学的这种使用下，来让它长久的给大家好的音乐，好吧？就是我们一定都是答在这儿，你看哈，都在这儿了。海上明月光，汪洋似故乡，不要使那么大。金色的黄河水流在我心坎上，够了吗？不用再动了吗？啊，几回回梦里翻故乡，乘船漂流黄河上，金色河水洗乡愁望，唤我少年模样，这就唤醒来我无限惆怅，泪水湿透了衣裳。不需要那么大力气的，对吗？不需要那么大力气的，我们放一半的力气，好吧？啊，来，我们走一走看，能背着吧？来，好，来。海上明月光，对，汪洋似故乡，对，金色的黄河水流在我心坎上。